嗨，大家好。这礼拜心血来潮呢，想要分享一些我的保养步骤给大家，最近的一些保养习惯。那刚好玄花秀最近有寄给我一套产品，那我觉得用起来蛮好的，所以呢，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使用了哪一些产品，然后还有使用的过程，来看看吧。以上呢就是我最近的一些保养步骤，然后刚刚漏擦了一个东西，那里面漏擦的东西我才看到，所以呢补分享一下，就是最近我擦的眼霜是这支克兰仕的眼霜，这样子，它好像是新推出的，我用起来觉得效果还不错，这是我自己买的哦，这没有人送。好，那以上是我的一些使用的产品。那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刚刚用一个小道具，就是导入仪。那我就想说，我发现我这种美容的小工具蛮多，可以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有哪一些。好，刚刚大家看到这支是雅萌的导入仪，好像它是最经典的型号是 T10，它有五种功能，导入啊、导出啊、拉提啊、红光啊跟冷则冰冰的镇静这样子。这支是我最近一直在用的，几乎天天用。好，这是刚刚影片里有出现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再从简单的说起，刮痧板我有两支，这是 Rifa 的刮痧板，它比较大支。然后这支是它是粉晶做成的刮痧板，比较小。然后因为它是粉晶，所以我觉得它会招桃花，所以在用的时候就心想桃花来桃花，所以我也很爱用这个。那大小差蛮多的，其实都还蛮好用的。好，这个是刮痧板的部分。然后呢，在按摩的部分，我还有三支，这一支也是我在日本买的，有一阵子非常的红，但我最近比较少用它。它是黄金按摩棒，它这样转开就会震动，它就可以这样推脸，然后号称好像一秒不知道可以震动几下，反正排水肿很好用。这一支也是我很早以前就买的，还有两支，这两支还蛮经典的，都是同一个牌子，我相信很多女生都有。我有点偷懒，最近都没用它，应该好用它。Rifa 的按摩棒，这支是小的，它当初上市的时候呢，它是说它是专攻眼部周遭，但是其实整张脸也好用。然后这支就是最经典的那一支，就是最一开始说的那一支，是吗？还是经典那支更大？反正这是专门推脸的，这样子。然后它有微电流，
你就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推这样，然后记得一定要抹一点化妆水或者是乳液，你不能干干的推，干干的推脸就长一堆皱纹，很可怕，皱纹。好，这就是我一堆的保养的小工具。好啦，那这礼拜就先这样啦。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美容啊、化妆啊、保养啊各方面的，或是像这种耳环，我之前有朋友跟我说对我的耳环也蛮有兴趣的，如果有兴趣的话留言给我，我可以拍一集或拍好几集跟大家分享。这样不要忘记要订阅加开启小铃铛，下礼拜见，拜拜。